我们好久没有拍下班吃什么了。我们今天来的是士林夜市，蛮常吃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拍过这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太多人了，对，不太好拍。然后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人有稍微的减少了一点。没错，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来这边介绍给大家。就是我们下班的时候会来这边吃的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们没有要介绍里面的东西，我们要带大家去吃士林夜市周边的美食。来到士林夜市，吃的并不是只有台湾本地的料理哦，里面还有包含一些异国料理，而且是异国料理，不只是料理，还有它气氛也非常的让你置身在国外的感觉。我们就算不能出国，也可以体验在国外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带大家去找一找哪些异国料理吧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 Let's go go。 Flowers and trees, every little bumblebee, I wanna sing ooh ah oh to the kids playing hoops, going loop de loop, the rainbow colored bouncy balls and their ice cream scoops。 现在在士林市场的这个地方后面这边，然后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吃的正餐啊，要排队排很久，所以我们每次去以前，我们都会在这个士林市场后面的一家盐水鸡。盐水鸡，我们会先买一些盐水鸡去排队的时候。但是有人说，它盐水鸡是不是吃鸡？盐水鸡不是主体。我们觉得最好吃的不是盐水鸡，最好吃的是其他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去买喽，因为那家店其实也要小排队。刚刚一直看他们在撒调味料，然后装袋那个过程会让我的口水。对，我觉得最好吃的点是在它的胡椒的调味，它的胡椒有点中药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够味。叔叔最喜欢这种有中药味的胡椒，而且够咸。可是我跟你说，我最推荐的是它的豆皮，它的豆皮超入味，我们每次来都要买两条。就是这个超好吃的。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这家咸水鸡店的招牌菜，豆皮。超咸超入味超好吃。我们第二站要带大家离开台湾，我们要去一个异国的料理。访问一下叔叔，多久没有去泰国了？泰国快两年了。那你泰国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泰国最喜欢吃的是芒果饭。今天我们吃的不是芒果饭，对。那叫硬要讲船面吗？没有、其实说真的，我们在泰国当地我们没有吃过船面，对不对？
我们是在回来台湾才吃过船面，所以我们很希望可以赶快出国，就是去吃看到泰国道地的船面是不是跟这边是不是一样。但是听很多朋友讲的是，真的是口味是跟很道地的泰国的感觉。这边超贴心的，不吃香菜请备注，我要画超大一个。点完餐了，要先去付款。瞬间就是来到泰国的夜市，不能出国的当下可以来到泰国，真的非常兴奋，还可以来这边吃船面，还可以喝着泰国奶茶。而且介绍一下调味料，真的跟我们在泰国的时候吃的一模一样。哦，对啊，你看旁边就会有一个大罐的鱼露，然后还有四味调味，就是有糖。泰国人最爱加一大堆的糖，然后这辣椒水，然后还有就。这也是青辣椒水哦，对，然后再来一个呢，就是干辣椒粉，还有梅子鸡汤。三十一号，我们的来了，船面来了。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瀑布猪肉，然后是细本，它的那个啊米粉可以选粗、中、细。对，然后我们选的是细的。然后你吃的是什么？我吃的是酸辣的粗的米粉。然后我们把这家店所有的小菜都点了。这个是春卷，这是猪炸猪肉，然后这是炸鸡翅，然后这是猪皮。对，猪皮就是等下我们加在店里面吃的东西。泰国他们餐具真的是这样子放的，然后里面就是只有汤匙跟叉子。他要配料的这个猪肉，好不错，就是很多香料在嘴巴迸发的那种感觉，而且这一碗呢才55 baht 55 baht， 我要讲 baht 是因为我要融入泰国的感觉。 baht。 我看我刚刚加了一大堆那个豆芽菜在里面，因为它的菜就放在旁边，然后就随便你要加多少都可以。那因为我非常的爱吃豆芽菜，所以我就加了超多。之前我们去泰国，我看到一个姐姐啊，然后她就在吃的时候，她加了超多糖之外，然后把菜整个堆得跟山一样。然后今天点的是比较粗一点的米粉，太冻。这是不好吃的酸还好吃的酸？我超爱吃酸的，超好吃。哎，这个汤啊，里面就是很深奥的味道，哎，就不知道这汤里面到底有什么，但是就是很好吃。好多香料，我怎么这样讲？因为真的很香，里面炸鸡翅啊，它一样小菜都是50块。我觉得它有一点点那种
柠檬香茅的味道在里面，然后你看都是刚炸好的，里面都水水的，很好吃饱了，我们要离开泰国了，接下来要往去下一餐吧。我们刚在泰国，现在要带大家去日本。摸起来就很烫，很烫哦。你知道，就是日本的那个章鱼烧有个特性，它里面是软的，它不像台湾章鱼烧会比较有嚼劲，所以我就有点害怕会被它烫到。它里面真的超软的。啊，好烫！你看，它里面是咕溜咕溜的。哎，羊皮。你从这角度看起来，真的很像在日本的街头吃饭。嗨。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ね。太烫了，太烫了。好好笑，我以为下次是一直在抖。好酸啊！用咬开的好了。はい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一个，一个吗？好，稍等一下哦。它里面有那个红姜。很烫哎！你是猫舌头吗？有一家店，我就是不得不来，一定要来这里面，走到里面来跟人群混在一起，就是大肠包小肠。有有来了，大肠比较短一点，香肠比较长，这样讲怪怪的。好烫哦！我觉得到的是葱蒜口味，然后满口的葱蒜，它葱蒜超成本超大把。它的大肠米饭很 Q， 然后香肠很扎实。那家香肠属于是瘦肉比较多那一种的，肥肉比较少，所以吃起来还蛮好，就是比较没有负担，比较好吃。嗯。如果有看过我们之前拍的那罗东夜市的朋友，有看到，有看过你有在吃这个东西？对，我超爱吃。我觉得这个天气吃这个一定很棒的，你看超肥的。嗯。然后你看，要拿贝壳当汤匙，然后喝这个汤的精华，好咸哦，可是好好喝哦，我点蒜味的。今天大家喜欢我们的下班吃什么？我吃了很多异国的美食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，可以到下面的资讯栏看，我们都会把餐厅的部分都有放在下面哦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铃铛。拜拜，拜拜。I wanna sing. To the kids playing hoops, going loose.